为了让来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的新人们留下深刻印象，新兴区户政事务所精心准备婚摄场景才有的背板，不仅有浪漫的玫瑰花主题，还有日本的风景哦。创意的服务让新婚夫妻能够大肆放闪，留下美好回忆。浪漫的玫瑰花堆叠而成的背板，让新人在前面大肆放闪。不过这里可不是婚纱店，而是新兴区户政事务所为了让登记结婚的新人可以立刻留下纪念，特别设计的拍照背板。这两个一个布幕，让新人来可以这边来利用，可以在这边登记，这是结婚是一个人生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，有个好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日子，能让他能够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不仅营造出浪漫氛围，换个场景还能一秒到日本。新兴区户政事务所希望让新人们能够留下永久纪念。主任方聪士还特别提了新婚燕尔、新家望族，不仅巧妙将新兴两字融入，更深的意涵是希望大家能幸福长久，也要多生小宝宝。家望族，那我们就是祝福我们新人来到我们新兴户政。新人户政来受理登记的时候，我们祝他新婚燕尔。然后因为目前是少子化嘛，所以大家都生得少，我希望大家能够结婚完了以后能够多生小孩，能够新家旺族，这样是能够大家和乐，家庭幸福美满。户政事务所提供多样的便民服务，增加婚摄场景，除了让新人们印象深刻，更希望所有新婚夫妻都能感受浪漫氛围，开心完成终身大事。港都新闻张世明、萧雅欣采访报道。